哦，我们下路这边已经产生了一波摩擦，这时候莫拉一个就是控制住这个死人的原本，死人原本能够跑掉吗？这时候狂杀一个大军，狂杀一个地牢，狂杀就开始电电，死人原本要死了，死人不至于，不一个关键的罪就没死在这莫拉，莫拉一个地。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进入的是我们这个修森林实况台的自定场，现在进入我们的这个3M 模式啊，哈，就3M 模式就是 bang bang bang， 就是一边可以 bang 三只啊，啊 bang 三只，啊，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第一只 RED 狂三加一个小爱心啊，啊，现在是 bang 脚，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左边这个蓝方先 bang 的掉这个提米啊，先 bang 掉这个提米，啊，因为我这个红方 bang 掉的是那个凡人。啊，凡恩啊，两只狗脚都变掉了啊，各位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你们这边没创意啊，没创意，能编的就是那几只啊，这边等一下就编佩纳啊，这边等一下就编超人啊，这边等一下要编一个他妈闪电侠，对，啊、这边等一下要编他妈的一个佩纳，好吧，我都看穿你们了，好吧，妈的，上次我跟 YU 去播报，他一开始跟我们说，哎，你们去可以骂脏话，没关系，好吧，随便你骂啊。阿丁尼亚去的，到现场跟我说，哎，你们不要不能骂脏话。我干你闹嘞，真笑哎！蓝方禁用英雄，把奇尔变掉。把奇尔变掉会这样、欸、奇尔被变，奇尔被变就会出现在中间。邪恶与杀戮是我的使命。哎、欸，靠背啊！你他妈给他写个奇尔。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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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选择英雄，对面变那个阿兹卡，哇，这他妈很低端场。好的，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蓝方首选的图伦，这个 RED 狂三小爱心啊，选出了一个图伦啊。你他妈要不要锁啊？没梗了啊！赶快选了就锁一锁、啊，浪费大家时间干。好的，我们看到红方现在红方。叫做别太心疼，别太心疼，选出的是莫拉，还有我听你放屁，哦喂，他选出了一个牛魔王，哇、哦，这秒锁牛魔王，哇，实在是太恐怖啦！这个想必也是看修芬林实况长大的啦，好吧？看到看修芬林实况长大的，这个选了一个神牛护体呀、啊，啊，哎，我们看到南方这边是这个罐罐超人，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这叫什么、啊？干娘嘞！聊天室怎么不能动啊？啊，按到了。哎、欸，哦，罐罐超人选出的是纳克罗斯，纳克罗斯，还有一个锦，还有一个锦金，你锁下去的啊？纳克罗斯现在很犹豫。干的你啊，你锦哪有人在打射手？我也要，别要，丁姐锦被怕射手，锦被死啊，对不？啊，我现在很犹豫，要不要纳克？用纳克我就只能分推，那挥杀就打不赢前期锦就。锦的发育又这么慢，我现在选了一个拉克，哇，他真的选了拉克罗斯的假赛呀！我们看到了右边，哇、哦，这坤哥秒锁这个马加，哇操，他妈左边选一个锦打魔龙卫已经很惨了，右边就选出一个2018年现在公认最垃圾的特安纳斯，哇他妈的有够垃圾的特安纳斯，居然你给他锁下去了啊！我们看到，我们看到左边就选出一个这妈现在非常强势的这个艾里啊，所谓艾里最怕什么？艾里最怕人家不理他，为什么？因为艾里不理。
我们看到我们左边这个死人的怨恨，他现在很犹豫，他选大象还是要选这个钢铁人哦。好，现在画面停在大象，他有可能要选大象吗？看到这个 ID 就知道死人的怨恨，他是非常的哦，非常的怨恨的，他的杀气是非常十足的，好不好？我们看到艾迪叫做我玩的不是游戏，好吧？我玩的不是游戏，我玩的是女人，好吧？这是想必也是一个非常花心的男生啦、啊，好吧？喂，我们看到右边这个情义大师哥啊，为什么叫情义大师哥呢？因为他如果说情义大帅哥会被人家嘴啊，好吧？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情义的，我们这个情义大学的学生啊，好吧？选出了一个维拉，果然是我们这个观众低专场选出来的角色都是十分的诡异啊，好吧？这是出乎没有让大家失望的，好吧？那我们看一下两边这个会有什么样的摩擦呢？好吧？哎，好吧？直接加码，看你尼亚里哪一边赢加码，好不好？哪一边赢加码，直接送奖品，送什么奖品？好不好？还剩十秒，恭喜你大便一坨，好吧？中奖的赶快私讯我，修芬林马上现。那是我最近肠胃比较好，产量比较多才有，哦，平常没有，平常没有在送这个的，好吧？啊，赢的赶快私讯我，领取大便一坨，好吧？哎，我们看一下两边的排位，我只看得到上面的，上面是三只 C， 一个 A， 哦，然后加一个他妈的臭 D 牌啊，加一个臭 D 牌，但是下面的我看不到，所以没办法。但是我们下面有坤哥选出了一个铜牌的马加，哦，还有一个专精，一个专精的这个莫拉，哦，专精的维拉，我操他妈维拉可以玩到专精。那我们看到这个特尔安纳斯这个角色本身就已经够垃圾了，他还选了一个铜牌的特尔安纳斯啊，想必这个是垃圾中的霸主啊。垃圾中的霸主是什么？还是垃圾啊？还是垃圾，没关系。但是我们不能讲人家是垃圾，不然他等一下又来讲说他这样讲他不开心。哎，哦，看错了，艾里是 S 啊，好不好？艾里是 S 啊。哦，那个 S 的框框跟 C 的框框是差不多的，都是黄色的啊，但是在我眼中都是一样的，好吧？在我眼中 S 跟 C 是一样的低端，好吧 ？S 看成 C 没关系，好吧？把酒母母阿公看作阿姑，哎 ，walking， 哎。哦，我们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比赛已经开始了，我这个聊天室有点挡路啊，我们聊天室把它移去中间的，好吧？啊，我们现在。游戏开始啊！但是我们这个主播有点口渴啊，主播有点口渴，主播先拿一瓶啤酒啊。哎呀，这个他妈的导播不会带画面哦，还要我自己带哦，哦，有点懒呢，不然我们就看艾迪就好了。干你这 S 艾迪，你俩怕输这铜牌嘛？这真正我会跟你笑死哦。果然，我们这个艾迪没有让大家失望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打野的表现。打野是谁？纳克罗斯哦，罐罐超人。我现在很努力的在升上他的四等。哦，我们下路这边已经产生了一波摩擦。这时候莫拉一个盾控制住这个死人的原本，死人的原本能够跑掉吗？这时候矿山一个大点，矿山一个地刀，矿山就开始电，死人原本要死了，死人扑不至于，一个关键的最后一局没死掉的莫拉，莫拉一个电就把人收掉。但是我们的纳克罗斯及时赶到，纳克罗斯及时赶到，我这个牛魔王一个点就敢放屁。哎，这个我听你放屁，直接把听见放屁，我操！他说牛魔王跟这个不特兰，这是不三级别一个国家去杀双杀，我们看到哎，这边没不不不打，没不杀上去，这样这波呢返回他杀阵，我来看见这个，啊，这狂战你们骂骂都不知道是了，啊，莫拉要刷四下，莫拉刷四下，这时候莫拉说赶紧的起牌来啊，啊，莫拉一个红刷，莫拉一个红刷，啊，这个狂战哇，这个我操，这个哇，好猛啊！干你啊！哎，欸，这个观众场，
欸，你他哎、欸，妈的，这个，这是这哪一操个？作可以。哪一个他妈鸡巴裁判把鸡巴裁判给你们按暂停啊？阿里尼亚嘞！有个观众吧。被拦住了啦！我操！我们他妈的观众场，我们居然可以看到这么在前期两分钟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么精彩的会战呐、啊！我真的是大开眼界啊，好吧，我跟你们道歉了、啊，好吧。好的，我们看到是说，感谢玉米赞助300元。我们看到是说 ，S 的艾琳被一个三个人做一个夹击、直接嗝屁啊！这个屁是说莫拉开启这个古龙，然后是说纳克罗斯往上靠。这时候我们看到土豆已经遇到鬼了，突然遇到鬼了。这时候三个爆炸突然一个大绝，哇！这个抽掉了对面的维拉。然后这时候死了女友赶到，牛魔大绝一个下去，莫拉大绝刷去刷不死屠人。这时候可以那个大绝，但是马加赶到，直接把屠人给扫掉。这时候我们剩下死人的愿望，纳克罗斯来的有点慢，哇，来不及，纳克罗斯这个支援是有点的慢呐、啊。好，我们看到是说啊，这个维拉跟这个莫拉都已经复活了。我们这时候艾莉。刚刚直接艾里刚一复活就跑来中路做一个补线动作，做一个补线动作，干好吵，好吵你卖看，干，风阿小主播不吵，阿蒙卖光我要你赶紧看。这时候莫拉拿掉了一条魔龙，我们看到是艾迪跟上路跟马加做一个摩擦，到最后两个人都没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伦，这个图伦呢，我觉得还蛮猛的啊，再交一个瞬移闪掉莫拉，维拉第二招把九米举起来之后，艾迪来不及帮他，艾迪就已经跑了啊，那时候死人怨恨赶到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候是。那个莫拉三个人上来做一个夹击啊！我们看到纳克罗斯跟纳克罗斯啊不太靠谱啊，纳克罗斯每次打架都不在啊，支援有点慢啊。我们这时候看那个特兰斯交了一个瞬移，把他淘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个锦现在是七级，然后那个特兰是六级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时候他的纳克罗斯的蓝已经要被反了，纳克罗斯的蓝已经被莫拉反走了。我们让纳克罗斯回来中路做一个补线动作啊，做一个补线。然后我们看一下上路这个艾里啊，上路一个艾里。艾莉跟这个想要来抓这个马加，但是抓不到啊，因为马加大绝实在是太快了。哇！我操！靠背被一万三呐、啊！我操！为什么？艾莉刚刚那个回力镖没丢到啊！他直接被锤八 K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图伦还蛮猛的，这个狂三是他妈真的，哦哟！我操，这个图伦这个接技好快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纳克罗斯支援太慢哦，纳克罗斯支援太慢，应该他没在看，没怎么在看小地图啊。然后刚刚他们觉得杀得死，为什么？因为艾里已经残血了，但是艾里看到。艾里看到大象已经进去先扛他，所以他就冲去，结果他回力镖丢歪啊！我操，回力镖丢歪，然后大象已经扛不住了。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的经济，两边的经济差距已经来到了几千块啊、哦，几千块！我知道，我操，这个艾里直接。来不及，这个图人来不及帮他，这图人直接大绝收点吧，切啊！那这打了一个一换一，让我们看到下路这边四个人去，已经拆到了我们这个下路的二塔去了，拆到二塔去了，但是下路一个锦已经做回补了，下路这个兵线已经进来了啊，但是没有人要拆塔，没有人要拆塔。
莫拉也不来拆塔，莫拉直接去做一个反攻。那之后这个我听你放屁，非常的有意思，想要来拔掉这个高二塔，但是哇，这一波就亏了。不过他们刚锦州已经回家了，他们为什么不把塔拆掉嘞？莫拉直接跑去吃红啊，维拉也直接跑了，这波算是蛮亏的。好，这时候我们这个红方又拿掉了一条魔龙。这时候马家开启一个大绝，纳克差一下就死掉了。艾迪直接下一个大绝神，把救援住了。这时候我觉得纳克罗斯应该去做一个尝试，去做一个分推啊，去做一个分推啊。不然现在的情况，他们的会战是打不赢的。这时候马家要开一个大绝跑掉。艾里直接被特安纳斯给射死啦！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琴，这个大炮直接给他歪掉，直接给他歪掉。我们这个琴翼大师哥躲在草丛里面，想要求一个的莫拉已经刷四下了，莫拉刷四下了，莫拉想要进来刷琴，那刷一下琴剩下一格，琴直接被，但是兵线进来，琴直接被特安纳斯收掉。这时候大象开了一个大绝，哇，这个变送头啊，这波是非常亏啊，爆一塔又掉了三颗人头啊，哇！说经济差距已经来到了2600块了，2600块是多少呢？2600块可以买260瓶麦香奶茶，所以你看这个差距是非常的恐怖的。这时候我们狂山吃到了一个，我要讲一个瞬移，直接一个大绝，狂山这边锁掉啊！我要这个瞬移真的出其不意啊！这时候那个蓝也被反掉了，这时候我们就要看到红方已经算是一面倒，这时候纳克罗斯还是很努力的在农啊！你看他妈的，连中路的兵都不请你在那边吃红，我操！啊，你这个等一下被骂，我没骗你啊！纳克罗斯现在经济是5000块，其实跟对面的莫拉是一样的，因为纳克他应该也知道，他这样做也是没错啊，因为他知道会前面这么前面有点小逆风，然后会让你打不赢，他伤害打不出来，他就继续弄啊，他弄到赢他的经济跟他的跟对面莫拉其实是太多，对面莫拉200块啊，其实是 OK 的，只是在说他们的补那个补线上面啊，线上面兵线都没有在清啊，兵线都没有在清，导致说塔会一直爆啊，塔一直爆的话，你们都会越来越逆风啊。纳克罗斯现在应该要尽量去做一个分推啊，把兵线带出去啊，不要让拖延这个把这个游戏拖到后期啊。然后拖后期之后，让锦的装备去拢起来，拢起来之后才可以去做一个尝试，去打一个会战啊。我这个莫拉已经刷四下，莫拉刷四下，艾里一个大绝是空掉，那莫拉直接回到他的沙阵了。艾里这时候没大，直接叫了三中卫进去，想要抓特安斯，但直接被他妈的被特安斯屌射啊！我操、啊，他们现在是这时候狂山啊，狂山一直很努力的在打他妈的牛魔王啊啊！啊，这时候纳克罗斯看到中路兵线进了，他直接放弃下路会战，直接过来想要拿中塔，但是这个维拉赶到，维拉中他一个救命，直接给他一套欧贝斯，哇，维拉！哇，维拉这个接机就有点慢了啊！这个就是肯定是没有在看修芬林的维拉啊！你看到修芬林的维拉就像他妈阳痿的男孩一样啊！0.5秒就接完三招了啊！那个就叫很非常恐怖的维拉，维拉那个肥起来之后，那个爆发输出是非常恐怖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狂山，我觉得他是算操作不错的图论啊！你看到我们前期我们这个狂山哥就秀了一波非常漂亮的反杀，这时候我们这个狂山哥看到我们这个坤哥啊，想要跟坤哥来个转角一带，直接送过去，然后看到右边的莫拉已经过来了，他就赶快跑掉了，没事啊，没事啊，他这个意识啊，这个警觉性非常高啊，想要去抓那个马家，但是马家他有大绝有无敌啊，说实在也是很难抓啊。啊！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狂山，我这个特尔现在伤害是非常恐怖。然后这时候艾里下一个大绝，特尔直接交瞬移闪现艾里大绝，艾里现在直接被特尔给射爆。哇！特尔走位可以啊！哇！这剩下锦了啊！锦在后面非常无助啊，因为没有人保他，他也不太敢往前去做一个输出啊。其实艾里刚刚大空掉之后就不应该是交位进去啊。艾里没大的时候是最脆弱的时候啊。你看特尔安纳斯现在的经济已经是8.1k 啊，特尔安纳斯现在是8100块，
八千几百块，八千几百块，八千一百块可以买多少麦香奶茶？你知道吗？可以买810瓶麦香奶茶，或是你喜欢喝红茶的话，你可以买810瓶的麦香红茶。是说珠宝即将爆炸，珠宝即将爆炸，我们被这个特尔安纳斯非常的猛啊！就说哎，你出来一个大绝，哎，你出来一个大绝，直接大特尔斯，直接叫一个整场把特尔斯收掉，守住这个珠宝。是说牛魔王，牛魔王发现啊靠，被特尔斯了，我要回家，我替你放屁，我替你放屁，扛不住了，直接被收掉了。啊，差一点点就可以直接一波倒了啊！我看到我们这个蓝方也是非常的有运动家精神啊，好吧？不会，所以比赛就是这样，好吧？没有打到最后一刻啊，不知道胜负啊，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做一个反败为胜，都是有可能的，好吧？我们就看到这时候莫拉跟这个维拉已经靠中路想要蹲一个，但是我这个输出，你们看到维拉这个输出，维拉这个伤害一到。我们看到这个死人的怨恨，他的不管杀气十足，运气也是非常的足够的 啊！直接逃离这个维拉跟这个莫拉的魔爪之中。我们在艾里下一个大绝之后啊，努力的拉掉了，努力的拉掉了。这个艾里现在就是只能靠。我们看到这个维拉这个伤害，我就看到伤害非常高，我们就奇迹大师哥直接一套把这个屠伦给带回家啦啊！我看到这个纳克很努力的在推兵将啊，不是兵将啊，是兵线啊，这个纳克都是很努力的推兵线啊，但是我觉得他应该看，比如说上路人多的话，就尽量去下路。不然说真的，很快就被抓了。我们看到莫拉深渊莫尔德已经被我们这个莫拉给拿起来了啊，莫拉已经捡取了这个黑暗之刺了啊，黑暗之刺。我们刚才上路，我们四个人集结，其实他们这时候可以尝试去做一个压中或是压下路，因为上路的这个高地已经爆炸了。莫拉直接闪掉一个，这时候这个回杀阵可以呀、啊！我操，哎呦，我们想看到这个观众的实力也是有相当一定的程度的啊，也是蛮猛的、啊，各种极限压起。我们这时候看到啊，队友生气了，直接全部的他妈的围过去要追那个艾里啊，结果发现他妈艾里山洞位也追不到啊，就是说。他们就看到的大象，全部人跑去追大象，还是追不到啊！看一下中路这个纳克罗斯现在基本上是没什么屁用啊！他现在你看到他不管被维拉一套就秒了啊、被特尔射两下就没血了。纳克现在能做的事就是努力的把兵线带出去，把这个游戏的节奏往后拉，让紧哦、去让队友去做一个浓啊！其实这波又把特尔安纳斯换掉，哇，这个金直接被他妈的维拉雷军勒了啊！我情欲大师哥是非常的湿啊，把你弄得很湿很湿啊！把第二招直接把九起来大绝下去，一套就秒杀了，有没有？维拉匪就是这么恐怖啊！啊 ，GG 啦！好，恭喜我们这个的红方获得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哎，红方的五位。颁奖，好吧，五位观众朋友，亲爱的观众朋友，五位记得私讯我的粉专啊，然后私讯我你家的地址啊，马上帮你寄出，好不好？修芬林的排泄物啊，一人一坨，好吧，一人一坨啊，免运费哦，免运费哦，赶快私讯我的粉丝专页领奖，好吧，谢谢。